那除了卡片还有别的礼物吗？有。还有，不会是花钱买的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就要去吃母亲节大餐了。我想看这首。然后你们都有帮妈妈做卡片，对不对？是新手做的吗？对。所以除了卡片，还有别的礼物吗？有。还有，不会是花钱买的吧？妈妈不是说我只要你们自己亲手做的礼物就好了吗？不是，你很喜欢，因为不一样，是不一样的。不会很贵吧？没有，超级。这个是以后任何什么生日，不管怎么样，都是自己亲手做礼物，不准花钱买。你要听什么东西吗？当然不要啊 ，surprise。那个是。大家再拍给大家看。那个是。这是我二女儿帮我做的卡片，她说不管您老还是年轻都很美，等您老了我会照顾你。我们三姐妹都有两个宝贝，妈妈的两个宝贝。是啊，做三姐妹跟妈妈，好感人哦。然后我们去跟妈妈。